啊，其实唔免坐第一排啦，你第一排让我有压力。啊，来听清楚哈，我甲恁咧讲个称号，众将官，大家早安，大家好。是安怎，我来甲你叫讲众将官，因为你今日以后过去办职业啊。你若伫台湾民政府，将来毋是将军，啊，就是官员。所以高级班毕业职业人，我拢叫伊讲众将官。众将官即马开始呢，一个月内底，咱会甲你通知。就即个月你开始爱甲你想，你是毋是真正讲想要来替台湾民政府做工课？啊！你讲奇怪啊？替台湾民政府做工，还是要做啥物工课？我若甲你讲，我们台湾民政府应该一年内会接掌政权。啊！你毋通想讲接掌政权，你足欢喜诶？要互你做官，你爱烦恼才对。我问你，你遮内底有几个捌做过官员？啊，有几个知影讲？安那做官员，卖讲做官员，你含里长你都卖做过，啊，即马雄雄，互你去做部长，哎，这款代志，你若真正要认真想，会很恐怖呢，对不对？所以，即马开始，你卖计较，咱民政府安怎安排你，安怎行，安就对啊。可比讲，有。一段时间，让你自己思考了后，你可以参加我们的法理典招。法理典招是一天的，就是说你自愿自愿要来做台湾民政府的官员。法理典招以后，再来一个职务典招。职务典招就是说你自己要开始进啊，有五种一职务你会当拣，第一种就是咱的政府的内阁，内阁的阁员，就行政官员啦。行政官员分作三部分，一种是中央，一种是州的，一种是郡的。中央的叫做省，州的叫做厅，什么厅？郡的叫做局，省、厅、局，你来想清楚。你若家己感觉讲我能力足强的，我来中央做工作可以。我袂甲你指定，伫职前训练的时阵，互你家己用电脑拣，电脑已经拖刀嘛，甲你拣职业呢。那个电脑伫上盖楼卡，你即马还阁袂使用，因为你即马高级班拄啊毕业。但你有法律点招、职务点招以后，你就可以自己选，选出我将来来担任什么。你拢伫事前于台湾民政府真正训练的行政人员，当然，行政人员要先懂得法理。所以最好我是给你建议说，你一定要每一次都去参加我们那个法理考试，郡守的考试，还不用钱啊，对吧？啊，考试没定还赚一顿饭给他吃呢，不过真歹过啦，你要认真读，啊，不然你来这这样混三天初级班，还混三天高级班，这是不重要啊。我有的人是讲吼，我到高级班毕业就好啊，那是无唔对啦。啊，法理典招啥你无参加，那也没有反对啦，可以，因为你取得资格以后，你的老年年金比别人较济啦。有咱高级班毕业诶，我们的打算就是讲后摆老年年金的时阵哦，普通的台湾的老百姓领800块美金，啊，你当领1200块，安尼嘛袂歹呢吼。活得越久，领得越多。但是我是希望讲，因为我看起来，咱这大部分拢是乌头毛的较济，就较少年。
你还有机会来替台湾人民服务。普通时大家拢讲啊足臭屁的，啊，迄人我来做都无共款。哎、欸，你即马真正有机会，你来做。所以，你会当来实现你的希望、你的志愿。国基班毕业以后，第一个权利就是今年的十二月二十甲二十，会当去日本。去日本祭拜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过身的遐英勇的替大日本帝国牺牲的遐勇士。我相信你在座可能拢毋捌去过，啊，你嘛毋知影讲有迄39,100名替台湾牺牲、替大日本帝国牺牲一家人。你绝对唔爱去，啊！我是认为讲，你若要做官吼，上好即世人爱去一拜，爱甲祭拜，惊一个礼尔啦。迄意思表示讲，我们很尊重，因为过去咱受的教育是讲咱中国人，其实咱唔是中国人，咱的民间来讲，咱是日本人。但即摆即个日本和现主席的日本是不一样，即摆即个日本是和麦克阿瑟。讲强迫改了着大日本帝国的名字，现在甲改过啊。所以伫法律上来讲，大日本帝国含即卖日本政府是截然不同。所以有人讲，日本今日要阁是和美国军事政府统治中，你甲想看卖啊？这个讲法对唔对？日本表面上是。讲是民迄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事实上，它几乎都是美军在控制。有人讲，今日本是美国的殖民地，那这个讲法在法律上是未通，但是真正在感情上是会通的。咱台湾都因为战争失败，今日和中国人在台湾在做殖民统治，殖民统治。什么叫做殖民统治？就是讲，这个所在所有的经济，一旦赚钱的部分，拢予一部分特定的人员掌握，中国人掌握，所以叫做殖民统治。中国人刷真济中国人来，尤其是最近，但你免烦恼，过去这个也做日本啊，日本人。经济真好的时阵，泡沫经济的时阵，日本非常非常有钱，足侪日本人拢走去夏威夷，走去甚至走去美国本土，甲买大楼。这边去哦，迄个宾拉登炸掉，迄两栋贸易大楼都是日本人买去啊。夏威夷足侪饭店拢去哦，美国人哎，互日本人买去啊。迄当阵他们讲，我也阁唔知这个论述。啊，唔知道这个论述，我的想法当然是无同款。我捌甲美国人问，讲日本人走来从恁即摆夏威夷，加差不多所有的饭店拢甲你买了了去啊，啊，计少去到有够悬，啊，恁你要安怎？日本人，美国人在笑，用 Roger， 你头脑不清楚。我为什么不清楚？本来饭店一天100块美金会使，即马一天爱300块美金。安尼，我讲你美国人敢挡会掉？伊甲我讲，你捌看到日本人将伊买的饭店甲关灯伊日本无？咦？伊来讲安尼？我毋捌看诶，安尼对啊？伊讲毋免几年，我美国的政策来改变。遐饭店都乖乖阁倒来我美国人的手头，哦，果然无错呢。即马你也看，去当初甲即马，遐饭店的头家啊，拢总变做美国人。所以我甲你讲，中国人叫伊做伊来买，甲咱买物件无要紧，伊要买啥拢好买。民政府执政，只要政策一个政策都改变落去，我甲你保证，因所买物件拢乖乖吐倒来还予台湾人。啊，你讲好唔？所以你不用紧张，现在主席我们的忍耐是不够，
因为中国人来甲你吵嘛，厝会起，物价会起，但是这是暂时尔俩，小忍耐呢。啊，咱来忍耐啥？较紧接受我们的法理训练。将来你来做官员的时阵，只要一个政策，因就倒啊。到底中国人的头脑无咱台湾人的好？台湾人敢若一个缺点，奴才心态，这足害。啊，所以我们接掌民政，这个台湾的整个的政权的时候，我们就要靠咱在座各位，要有真好的头脑，要来改变。你的头脑内底，讲一句较粗鲁的，他看来内底中国赛足多，你也甲清掉。咱我们要入欧去亚，就是要将亚洲中国这个部分给去掉，他看来要管欧洲的思想、美国的思想，脱中入亚。刚才日本明治迄当阵，明治的天皇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日本也经过一段很痛苦、很痛苦的时间，内底嘛有革命。但是日本天皇、明治天皇坚持讲，日本若要发展，一定爱学欧、迄个欧洲、欧洲的这个亚洲一切。我跟你讲一个，你绝对不会相信，日本天皇唔捌穿过日本和服，你为什么？你去甲看卖啊！当时日本天皇捌穿过日本和服？没有呢，没有呢。这是表示日本的明治天皇甲前主持这日本的天皇拢同款的思想。伊认为日本爱彻底改变。日本天皇对伊讲，日本爱彻底改变，是安那咱台湾人毋免彻底改变。咱即马接受遮个中国文化，遮后个文化、软个文化、碰风、讲白贼，遮个文化，互咱台湾人确确实实退步很多。咱无法度进步，就是咱接受中国文化。我讲这话，你不一定相信，但是你等伊出来去甲思考看卖。你高级班秘书长甲你讲这个代志，上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讲，你来这受训，你要得到东西。诶，钱毋是刷哪空呢？你受训一定要有东西，安尼才可以才。不会愧对你所教的这些。我相信高级班你上的这些讲师，个个坦白讲，拢是有很高深的学问，大家拢苦口婆心跟恁讲足济代志。所以你高级班毕业，但是你要等于你各州来报道，各州咱就分做五个团队。当然，你即马还未加入，但是你会当先进参加内阁、参加议员、参加黑熊。下个礼拜我先预告，下礼拜有黑熊的训练。黑熊训练不是常常有，咱仅加即马黑熊训练三摆尔俩。什么叫黑熊？黑熊不是叫你拿武器、拿刀枪，不是。黑熊是后摆要甲你派去所有全台湾的警察局、所有台湾的海巡署、国安局、调查局，互你去做督察员。因为你免惹枪，啊，因为你是受着台湾民政会委托，你会当参加这个黑熊。黑熊所谓的黑熊，伫国民党因叫做政工。就是部队内底辅导长啦，啊，这黑熊，但是有一个规定，45岁以下才能够参加黑熊。
啊，歹势啦吼啊，超过四，我嘛是袂当参加，因为我嘛超过45岁。啊，啊，但是哦，因为黑熊哦，爱操啦，哦，要起步走啦，啊，向右转、向后转、跑步啦，要有一点体能的训练，所以呢，有规定讲45岁以下才当参加。啊，今年恁留伫咱的中央的电话号码，一定要很正确，因为通知拢是用电话，你入去酒内底会用 LINE 来联络。五大族群：内阁、议员、黑熊、青年军，甲即个阁员，迄个执政团队，执政团队就是州长、副州长含郡守，即构成一个执政团队。你呢？你即摆拄啊入去的时阵，你犹阁毋是内阁，你毋是阁员，啊，你也不是议员，但是你会当先经去参加对一个，啊，伫即个也做后个月。那阵之前训练要训练的时候，才给你通知，你就来报。因为即马拢爱2、3个月以后，才有一摆的迄个之前训练，甲之前点招。哦，这是咱逐个人爱先知影你的权利啦，啊，没有义务啦。很主席，你无义务是安怎？因为我们还没有执政。当时下个礼拜开始。可以开放申请旅行证件，我即大概上介意。旅行证件以前，咱去烦恼讲，即旅行证件发落去，中华民国海关未当通过，即马美国甲咱改过啦。下礼拜旅行证件就会发下去，但是旅行证件诶申请表被发下去的时候，有一个条件，你一定要有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才可以申请。旅行证件，哦，清楚哈。啊，你即摆现准时已经有台湾民政府身份证的，请你举手。哦，拢差不多有啊啦哈，手放下。啊，别落来，我见迄个9月份的申请的，啊，这两天已经送去伫美国啊。好，啊，我估计吼，大概下礼拜是下下礼拜9月份申请的，拢会到达，应该落来了。那应该了，你是对几州的？台中州哈，台中州，我州长呢？啊，你敢上市政的？杨家章应该有嘞。等下我给你问迄个也做陈栋成，那个副州长，你敢查看麦啊？伊讲伊6月申请呢，佮即马袂落来，很奇怪呢。即马。7月可能是这两天会落来，哎，这两天会下来。啊，但是吼，这是看你的分好运歹运啦。可比讲哦，你即马今日申请，啊，拄啊，今日要送去美国啊嘛，因即1000个就送去美国嘛。啊，你拄啊申请，拄啊最后的迄1000个，你今日申请不了，后礼拜你就收到啊。啊，你歹爱看你的运气啦。即马申请人真济啦。啊、哦，变成咱的作业，起码一礼拜平均大概有1000份了。啊，我相信这个旅行证件哦，发落去哈、哦，哈，各州办公室若无排队，我才头壳里都跟椅仔坐。啊，这个旅行证件摕到什么意思？您听无？您还阁戆戆啊？旅行证件摕到是中华民国倒台啊啦！就离开台湾呐、啊，其实伊足侪诶，迄个组织架构拢伫撤退、撤退、撤退。你应该注意个看，你去网顶遐看，已经撤退1000多个组织去啊。当然个戆戆呢，你若介讲啊，我甲你讲，即摆台湾民进会主张，你不爱相信呢，做你莫相信，我也未甲你拜托，讲你都爱来哦，无绝对无迄个代志。你若叛变的，你做你去叛变；你若讲歹话，即种我给你处理，绝对无帮你刷。我跟你讲，因为你这是你害咱民进会速度变慢嘛。啊，超过伊伫咱的民调前，我跟你讲，到即马为止，国民党的招牌啊，搁一堆，这很可恶啊！啊，拢讲迄谣言，拢凊彩讲讲，什么夫人是中国人啦、啊，啊，什么我是接受中国的资金啦、啊，啊，大家都没有去想。
我若接受中国的资金，我有可能讲要从台湾甲中国甲跳开，中国有戆到迄款程度，啊，台湾人才戆呢。安尼讲，我接受中国的资金，啊，台湾民众是诈骗集团。我问你咧，台湾民众有敢捌甲你收钱，把你募款，无嘛？啊，有世间有迄款无你甲你募款的诈骗集团。家己用头脑去想就好啊，所以那跟你讲，你知台湾讲台湾是民进，哎，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拜托你敢问，请问是跟你骗什么物件？诈骗总是爱骗一项物件嘛，噶不是？啊，大家讲骗钱嘛，对不对？我跟你骗钱，哎，你来这受训，你交的钱不是给我台湾民政府呢？你是讲大人的宿舍，讲食饭。使用人的物件，迄、那个钱呢，跟咱民宿同款啊。你民宿去大饭店去住，住一天，隔天工 check out 爱立钱无？哎呀，啊就是安尼啊，你唔是交予咱呢？咱有收钱，敢若一部分，身份证收你一千块啦，一千块唔是阮家隔壁印的呢。网络就会安尼讲啊，迄、那个新闻就是迄秘书长因家的楼卡会印刷枪印的，你会笑对不对？但是当阵拄啊开始的时候，你会笑袂出来呢？啊，阮家的楼卡会印刷枪，咱迄有晶片呢，迄我甲你保证，迄是真真正正，摕咧，吼用迄个啊做外交的邮递。直接送去美国，啊，印好送倒转来。迄份即摆有足侪人已经去美国去试啊，拢会通呢。去美国根本唔免用护照，就是用咱迄张就可以啊啦。坐飞机啦，住饭店，啥物拢会使哩。已经有足侪人上课，甲讲秘书长，我可以报告一件事吗？什么事？我上个礼拜去美国，你的代志啊。不是啦，啊，我去美国，我用那个身份证可以通啦。去关岛，唔免用迄本，几乎唔免用迄本中华民国迄个护照呢。摕经过海关看咧，等于啊，那个网店有啊，海关盖的印章啊，这是吼。三年前，咱就开始发行这个旅行证，哎，这个叫做这个身份证，嚯、哦，受足济攻击个啦。啊，我是讲吼，台湾人不要用头脑去想。啊，即卖呢，咱有身份证对不对？啊，即卖开山寨版的有啊啦。嚯、哦，计较有够成，只不过是后壁无晶片。啊，嘛有一份300块的。啊，嘛有一分100块的，啊，我甲摕100块来看，啊，明明就是压印的嘛，我若要压印，我两块就好啊，啊，有影啊，对不对？有真侪人伫学台湾民政府的一切的做法，因为咱这上课拢是公开嘛，咱这拢向全世界直接连线转播的，有真侪代志，我甲你讲，咱以前咱咧上课，差不多有30万到40万伫看。有真侪人看到台湾民政府在进步，看到咱的进度，拢为这个电视、电脑顶管去看咱。咱袂当乌白讲咧，我直接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是真的，拢是真真正正的事情。有当还袂发生，我先讲。啊，即马冇可能甲你讲个，讲啊，你秘书长那么乌白讲。但是虽然安尼讲啦，今日无发生。明仔发生嘛是同款啦。你想蔡英文去当时输80万，我讲的啊，啊选举结果啊输80万啊。日本的安倍晋三要做迄个中立进前，我先讲啊，我赢足多，个人赢足多嘛。所以我跟你讲是美国是完全掌控台湾跟日本。日本现在政界开始改变，有很多人都在看我们台湾民政府的论述，然后他们在改变他们在政治上的一些主张，
有足侪啦，我是即个所是无爱甲念迄个名出来，因为遐拢对我们表示友善。你毋通计较，我昨讲迄个故事，精神病院的故事，读两期以后，都拢变作是主治大夫。我毋是甲你讲笑，我是讲真的呢。你毋通去做迄个患者啦。从三句话、两句话怪落去啊！即嘛是有人会甲咱的学员哦扭掉，互咱的速度变慢尔。啊，所以我以前是想讲台湾人遮巧吼，不爱讲，但我即嘛开始爱讲，安那我们时间很接近，我即嘛袂堪要讲，互伊甲咱扭掉去。主治大夫穿啊水水水当当。一套给你，给你乌白伪三伪四，啊！你有吃药啊无？啊！你过来看，啊！等下换医去护士叫你来滴，啊！你啥哩乌白讲？同款，敢那秘书很主席，敢那美国讲诶，讲咱有七个私生子，啊！美国台湾政府啦，大日本帝国啦，后援会啦，什么旭日会啦，啊！所以昨有一个同心，你敢问讲？秘书长，秘书长，听讲咱台湾民政府啊，去用告哟，你换伊哟，啊？咱当时用告，咱为2006年到今日是干呐？咱个人无去用告啦，用告的是啥？冒牌台湾民政府啦，叫做美国台湾政府啦。哎，啊，即摆讲无啊，我讲无啊，哪有？我都甲恁讲过啊。去鼓舞一挂咱的学员讲，咱做伙来去占中兴新村，我们就可以宣布执政。我想无呢，我较想都想无呢，这点是对一点道理，遐人听无，啊遐人嘛真你去呢，啊即马才伫南投地方法院去用上地检署啊，啊即马上地检署，遐原来遐美国籍的拢总走啊呢。遐个做头个拢是美国籍，表面上看是台湾人，但是实际拢是美国籍。啊，即马法院甲起诉吼，大家个个选，啊，即马选了捞啥物啦？捞可怜的台湾人，就是我甲你讲，敢那神经病，去互甲讲讲的了，讲啊，你有食药啊无？啊，你真正食药啊？哦，我实在感觉。又好气又好笑，啊，不知道要怎樣，所以您要注意，既然你在台湾民政府有这样的法律，你都要读过经啊。所以本来我是每一期我都玩啦，我都认为台湾人没那么戆，啊，就真正台湾人才戆。所以昨天学员又跟他问说，啊，咱是属那个美国派还是日本派？咱是日属美战，我们什么派都不是，我们叫做台湾派。日本派就是现在吼，现在一定人有人去成立什么大日本帝国啊？敢开讲，对我来日本吼，啊，日本讲你听，要给咱护照，日本护照，啊，是真正有人还没去呢，二三十个去呢。那我遐戆诶，我都想无。后尾我逼到我，我怎伫网顶甲公布啥？宫内厅的任务是什么？他没有发护照这个条例，就是要骗钱嘛。即马听讲哦，迄阵人甲大家讲，你交2000块，我就给你日本护照。有足侪人交咧，交钱呢？啊，台湾人是想啥？伊讲啊，交2000块。来博看卖啊！台湾人最爱博的啦，2000块就一刷尔嘛，啊了去就刷。那遐讲啊，2000块无分花钱啦，2000块有护照，看到鬼。啊，真正去呢？啊，交2000块了机票钱，搁了2000块。哦，我真系吐血！你来去上课上到高级班，过去用骗的哦，我感觉很不值得啦。各位，上高级班以后，头脑要较巧的啦。
当然可以去啊，无你是免啊，好去啊，你若肯讲就好你去啊。所以我先跟你讲哦，听好清楚哦，我们要执政啊。凡是你脚踏两条船，我一律，我未让跟你开除啦，因为你高级班这个资历你有滴嘞。但是我一执政以后，这些社会跟你恶变，要跟你算。以你这里害我台湾民政府速度去要慢去。我四千个，即马害我变到我即马讲都爱训练四千四百，因为要预防。是搞啊，美国讲我四千个已经到了，啊，即马就规个戆腿个讲，哎，我们不是，啊，就搁回去啊。所以我用4400个，这四百个吼，就备用。啊，你讲安尼有理无？我伫这个所在所讲的每一个代志，我都会去确实执行。今天下午3:30以后，你可以参加郡守考试，你让来考看麦。但是我会当甲你保证，你若干那即马安尼来考，我估计只要30-40分尔尔啦。你唔相信？你会当试看麦。我讲一个题目。吼，讲一个题目，和你讲对唔对吼？你目睭拢起起，莫看别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台湾是属于台湾人的台湾。对一下手，对一下手啦，啊，唔对一下手，然后未歹，头前对，后边唔对，就是唔对啦。哎，对，那你听有无？因为出题是我出的，表面上看足简单嘞，但是拢会答错，所以我希望讲，希望大家拢对，但是无可能啦，绝对无可能。上次考试的时阵，一摆是200几个啦，啊，掉20个尔尔。啊，掉20个是就做滚绣啊 ？No， 做滚绣还阁有条件呢。你做掉滚绣以后，你还要郡守的点招。你要每一个滚绣，爱家己去找8名的郡务委员，对，找你的内阁啦。你滚绣等于馆长、小县长，后摆有人事权、有财务权，几乎所有权利拢伫你的手头。哎、欸，啊！你免用钱买，哎，免派出所，你免用钱买，唔免去竞选，啊，馆长好做，免会找啦，无得找啦，啊，干那认真考试尔尔，来考试以后还佫行动，对，你爱找你的阁员，8名阁员，啊，3个郡守合起来一个郡，啊，来共同把全台湾。分成50个郡，啊，来完成我们台湾以后完全新的台湾。我希望新的台湾和现在的台湾要绝对不一样。希望台湾后摆会当恢复以前大日本帝国伫统治台湾迄当阵台湾的本性善良的一面。迄当的台湾伫全世界来讲生活的水准是第一名的，甲日本同款。即马是两尾，走尾当然是袂讲上尾名，他走伫中啦。但台湾人的本性已经落歹去啊，这是我真烦恼的所在。所以各位非常恭喜大家人，今日下晡3:30以后，你着高级班结业。希望讲你会当摕一本《新台湾论》回去，啊，认真来读，真好。我看有真济同心吼，拢伫随时都伫摕一本伫看，这是非常好。听我甲你讲一句话：台湾的以后，台湾的前途，就是《新台湾论》所写的一切。我会当讲人格，用生命甲你保证，台湾剩这条路尔。多谢各位，谢谢。